没事，可以。爸在坐在等一下，你在这滑好不好？自己玩好不好？自己玩一会儿。我们在这坐一下，我们在这坐一下。妈妈在等你，你滑，自己滑吧。以后工作重心在老家里，真的，我主要是想陪孩子。好棒，嗯，真棒。飞机吗？是飞机吗？在天空的飞机。嗯，夜机，对啊，夜机。嗯，走。我想以后真的我知道，你以后就是你要不喜欢，就在济宁或者去买个房子都可以。你干啥？你这么对我一点信心没有了？打工。没有出头之日的，挣不了什么钱。给你50%的体格怎么样？那还是你赚钱还50%，那50%。走，要不妈妈玩一圈啊？弹珠。哎呦，那是哥哥弹珠，你怎么拿来了？你要给哥哥说一声，你说哥哥，我拿一个弹珠玩一玩怎么样？你有没有告诉他？没有告诉吗？那下次吧，下次我们再去玩，告诉他啊，去玩滑板。你把弹珠给妈妈好不好？先给妈妈拿着啊，放在手里不方便。对对对，哎，放书包里，对，真棒。好，去滑滑板。真的，孩子，我那个听话，俩文其实真的很乖。因为开小车。哎，不开窍了，这大的东西放不开了，放不开嘛，很正常。这小车放不开，真的放不开。大飞机。大飞机。夜机。妈妈滑一圈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不行。那你滑吧，你快点玩吧。好好好。走走走，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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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你上来之后，还得这样啊？对，哎，不是，慢慢踩，哪你那样的，你慢慢踩，对，一点点，哎，接触一点点的踩。轻轻踩，就像那个考驾照刹车嘛，点，一样，哎，真棒，嘿嘿。很棒。
都可以。来吧，对对对对，真棒，这就对嘛，你不用磨脚磨鞋，你的鞋子磨坏了，要不然，是不是？爸玩去好不好？怎么样？我在玩。啊，那你再玩一会儿。Monkey， 万科。不要那么使劲，轻轻踩。你要手机干啥？对，哎，好棒，棒。然后我就跟你一起了。好吧，那我玩一圈。